周家老太太中风了，在她刚刚过完八十大寿的第二天，是被子女们气的。一天前，所有人都夸老太太有福气，上百号人特意赶来参加她的寿宴，排队合影都排了半小时。如果老太太有微信， 他一定会看到儿孙们在朋友圈里晒出的祝福，最小的孙子抱着他合影一张，配上文字：“我就是被这个老寿星从小抱大的，奶奶生快。”只可惜老太太连手机都没有，更别提朋友圈了。她看不到发在网上的这些孝心，她能看到的是子女们为了利益吵翻了天。 吵架的起因是礼金分配不合理。老太太的寿宴收了整整20万礼金，四个儿子3个女儿，各自拿走属于自己的人情，还剩下6万多礼金。小儿子说：“寿宴是在他家办的，他得多拿一点。”大儿子说：“他是老大，应该由他来分配。”二儿子说：“你们条件都比我好，你们得让着我。”三儿子说：“ 妈平时住我家，我多拿一点，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”女儿们想让哥哥们把6万礼金留给老太太，儿子们七嘴八舌的反对：“妈年纪大了，留这么多钱放在身上做什么？妈放这么多钱在身边，危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这些钱都是妈给咱们的福分。”女儿们是泼出去的水，她们没有发言的权利， 只得由着兄弟们为了钱吵得面红耳赤。老太太见儿子们吵得不可开交，她心里着急，苍老的脸上青筋暴涨，想站出来主持公道。孩子们小的时候，家中一向是她秉公主持家务事，为了几块糖疙瘩，她都可以敲碎了平均分成几小堆。可这一次，她刚刚站起来，就觉得眼前一阵黑。 醒来时，老太太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医生说，老太太是中风了，就算是痊愈，以后也可能半身不遂，得有专人照顾。就这样，多出来的6万块成了医药费，儿子们谁也不争了。不过，儿子们又开始在病房为了谁照顾老太太的事情有了分歧。大儿子在北京，二儿子在上海。 老太太肯定是不方便跟他们走，他们也不太方便回来照顾，毕竟牺牲太大了。三儿子和小儿子倒是在本地，但也各自有借口。三儿子说：“妈常年跟着我住，你们也是儿子，你们摸着自己的良心说，这样合适吗？”小儿子说：“我也想照顾妈，可我儿子马上要高考了，在这节骨眼上， 我们得去陪读，你们都是过来人，知道高考意味着什么。”最后，儿子们齐刷刷把眼光看向女儿们，女儿们倒想照顾老太太，可他们都有各自的老公和孩子，说服他们难啊。女婿们说：“就你们家搞特殊，哪有儿子不养老娘的道理？这传出去岂不是笑话？”最后是小女儿说：“我们也想照顾老妈。 可是，如果老妈死在我们家，你们做儿子的脸面何在？”儿子们这下不出声了，毕竟人活在世上，脸面还是最要紧的，不是吗？好在老太太还在医院里躺着，医生说至少得住一个月。于是，大儿子拿出老大的做派，给弟弟妹妹们排好值班表，大家轮流到医院陪护。 兄弟姐妹各出一份力，谁也没有占了谁的便宜。这下大家都安静了，该上班的去上班，该出力的留下出力。至于老太太出院了怎么办？大儿子把手一挥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一个月后，老太太出院了，直接住进了小儿子家。在这之前，子女们开了一场又一场的家庭会议，最后决定， 老太太出院后住进小儿子家，其他每家每月给小儿子800块钱的赡养补助。小儿子夫妻俩看在钱的份上，总算是勉强同意了。小儿子住在乡下，
有自建的乡村大别墅，迅速地将楼下的房间收拾了出来。女儿们又给老太太添了床、柜子等简易的家具。邻居们都说老太太有福气，子女们众多，就算是生了病，大家伙也可以齐心协力，共度难关。老太太中风之后，说话也不利索了，别人说什么，她只知道发出啊啊啊的声音。 人老了就变成了婴儿，小儿媳妇毕竟不是专业陪护，老太太又不能说出话。她一说啊，她便以为她饿了，不停给她喂吃的。老太太就像一个填鸭式喂养的婴儿，只知道张口吃啊吃。老太太吃多了，大小便全部拉在了床上。如果是刚刚出生的婴儿拉了大便，新手妈妈会觉得可爱。 可是80岁的老妈将大小便拉在床上，儿媳妇脸色就不好看了。第一次，她捏着鼻子，扭着头忍了；第二次，她掀开老太太的被子就吐了。这以后，小儿媳妇每天下楼就开始条件反射的干呕，半个月下来，居然瘦了整整10斤。她跟老公哭诉：“再这么下去，你妈没死，我就得先走了。” 夫妻俩商量之后决定，这陪护的活他们不干了，给再多钱都不干了。于是老太太的子女们又聚在一起开家庭会议，议题只有一个：谁更适合照顾妈？最后商量的结果，竟然是把妈当成了一块烫手山芋，推三阻四，谁也不肯照顾。最后还是大儿子做出了决定，给老太太在附近租一个房子。 再请一个专业的陪护，这样最妥当，妈也可以得到专业的照顾。就这样，瘫在床上整整半年的老太太，被抬到了离小儿子家半里路外的出租房。儿子们又花7000块钱给老太太请了一个陪护。关于出钱请陪护这件事，一开始老二、老三不同意。大儿子说：“谁不愿意出这1000块钱？” 谁就把妈接回家？此话一出，大家都不出声了，纷纷掏腰包拿钱。又过了半年，老太太病危了。大儿子看着床上奄奄一息的老母亲说：“我爸死得早，只有您活着，我们兄弟姐妹才可以每年聚在一起。如果您走了，我真不敢想。”说到动情处，她哭了，兄弟姐妹们也跟着抹眼泪。 是啊，老太太在，家在，老太太走了，家就散了。大儿子再次拿出老大的气势，给家族的所有人喊话，说：“快过年了，你们都得提前回家，你们的妈、你们的奶奶、你们的外婆，她快不行了，都回来陪陪她，送她最后一程。”这下，孩子们从四面八方涌了回来，涌进了老太太的房子里。 各种握手、亲昵，抚摸和耳语，等了一天又一天，老太太就是没有闭眼。子女们守着老太太一夜又一夜，祈祷着老太太可以撑到过年后再走。就这样又过了一周，老太太还没有死的迹象，大家干脆在房间里面摆起了麻将桌。他们抱怨着上班晚了，老板要扣工资。 现在竞争激烈，找份工作不容易，谁也耽误不起。大儿子这次坚决不松口，他吼着：“你们有几个奶奶？不就这一个？我看哪个敢走！”是啊，这么长的时间都等了，老太太也就这几天的事，不如再等等吧。这样想着，大家伙又纷纷回到了麻将桌前。是大儿子的小孙子打破了这个局面。 那天吃午饭时候，这个4岁的孩子吵着要吃肯德基，怎么哄也哄不好。孩子的妈妈说：“我们来这里是给太奶奶送终的，这里没有肯德基，等太奶奶死了，我带你去吃个够。”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4岁的小孩子是怎么走到老太太床前的，他气鼓鼓地说：“太奶奶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死？我想吃肯德基了。” 就是这样一句话，让老太太在啊了一声后，
终于合上了眼。这次周家老太太是真的死了，留在眼角的是那道始终未曾风干的泪痕。在场的所有人面面相觑之后齐声痛哭起来。